我操，他正好炸我们车了，兄弟啊！全没了吗？他炸！我操，哥们！家里没多少啊？一个二楼阳台，三个围墙。啊，这边！哪边？左边吧。大巴后面，大巴后面。 好像是我扔了克雷，可能往后走了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卡脚了，我操！楼顶一个，你一个。二倒。你跑年末仇兵！哎呀，我操！外面，哎，裸奔了。走走走走走，上车，上车。 这边倒的，好像都跑来了。你的闪吗？不是。啊！我前坡，前坡，过来了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得动吧？我被你后面撅的。 后面，对对对，这门顶右边门顶，我知道，我感觉他要翻下来呀。一楼，刚刚在一楼。哎，哎我操，不对，圈子了。一块已经无敌了。我操，这把要个紫萱，这把来吧，谁让他上的吧？好强！